赤忌是唯一一种香港鹿，广泛分布在香港郊野，天生好怕人，黄昏或者夜晚才会出没，受惊嗰阵会叫足个几钟。不过大家千祈咪贪得意上去骚扰佢哋啊！通常佢哋系食叶啦、啲草啦，或者一啲成熟嘅果实啦。近日天气转热，一只黄鲸怀疑因为搵水源被困喺荃湾城门水塘一条引水道内，消防接报到场，用毛巾将佢驱赶到引水道一端，咁等待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协助。樹窿又特別可以留意一下，有機會我哋會見到啲鸚鵡咧喺個樹窿度探個頭出嚟啊，或者捐入去裏面嘅。柳屋村被捕流口水，唉，好利唔利？只兩隻長嘅穿山甲走咗入黃大仙彩輝村彩華樓地下嘅緊急通道，星期四深夜被保安發現，兼保話已經將呢隻成年雄性嘅穿山甲放生。其实街坊都见惯不怪，事关附近飞鹅山有不少穿山甲斗，他们走落山一点都不出奇的。